香港雨伞运动今晚最新的消息，我们来看到稍早有批戴上蓝丝带的反战中人士来到了金钟的集会现场，不过在海富中心被大批市民包围，民众唱生日歌来阻止挑衅和冲突，最后这些反战中人士呢是没有办法进入金钟集会。那么这是稍早我们从香港传回来的画面。